然后我就跑去岸边，我就跟呢，有保特瓶，又说他有气，想要下去捡，结果我就不小心掉到海里面，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环不见了，我又潜下去。 艾米丽在医院痛哭，原来是她下海找手环的时候不小心被渔网缠住，她的男友窦如为了要救她，没想到让自己陷入危机。意思是说，她现在肺叶跟气管里面都是水，他们在设法移除积水。 画面只剩只有3。窦如情况不乐观，让观众好揪心。偶像剧《艾米丽的五件事》本周的剧情非常虐心。为了这场戏，剧组特别拉到海边，实地拍摄。下楼，奶爸，法兵啊！<笑> 女主角钟瑶下水直呼好冷，其实当天的气温只有十几度，原在外套里面虽然穿了防寒衣，但还是冷到直发抖。那你刚刚身上配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是配重，就是要让我确保我可以那个在里面待久一点，在水里待久一点，不然，人体一般来说是会直接浮上来的。 林总也是一口气就跳入海中。艾米丽的五件事就是拍摄用心，这场在海里救人的戏码都是在东北角的海边完成，短短几个镜头就拍了5个多小时。虽然演员吃足了苦头，不过看到成品非常完美，观众肯定也会非常喜欢。东森卢平龙、丁元凯在台北报道。